们登场的 MVP 选手呢，除了可以获得我们的奖牌之外，还可以获得一支由力抗表所提供 MVP 专属的运动表哦，送给我们的嘟嘟。那我们马上来进行纪念的合影。Hero Hero。简单的来访问一下我们的嘟嘟哦。好，嘟嘟今天先发6.1局哦，只被对手击出零星的安打，那有4次3振的表现。其实嘟嘟近两次的先发内容都相当的精彩。那相较于其实以之前有一阵子因为那个应援赛，然后打乱你的轮值，那现在是不是慢慢的找回自己的节奏了？当然就是从每一场比赛当中去调整状况了。那当然在这一两场的状况也比较好，那当然在跟捕手这边的配合也很谢谢他们，那他们捕手很辛苦的引导。好，没错，我们捕手其实也是一整场比赛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哦。那也恭喜嘟嘟呢今天拿下本季的第4胜。那我们知道嘟嘟除了专心在场上的表现之外呢，其实最近有一件大事情哦，就是嘟嘟马上要当爸爸了，掌声。好，那对于自己即将来临的小宝贝，这嘟嘟最近心情怎么样？最近可能要忙在球场上的事情，当然就是现在还是很期待，那能当然很希望说能在顺利我的女儿能顺利的出生这样子，谢谢。以后跟老婆只会翻黑脸，只会翻白脸。当然就是看到时候的状况啦，有可能希望我小孩子都是很乖巧的。好。宠爱女儿，那再次恭喜嘟嘟呢！今天不仅拿下胜利，也即将迎接她人生最重要的宝贝。再次恭喜我们的嘟嘟跑威龙！好，那我们为了要让嘟嘟保持我们慈父的形象，我们今天就不跳舞了。